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29届韩国语能力考试中级部分的四级啊，阅读部分的内容。那么四级呢，其实啊，难易度并不是很大，可是扣分非常的严重，因为呢，后面的几道题是我们要亲自去用手写的，这个逻辑关系非常的强。那么最后一个这个45题呢，是一篇作文题，所以呢，丢分非常的严重，也是大家比较头疼的问题。那么希望这节课好好的跟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29届的中级四级是有什么样的题型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31题。31到34题呢，빈칸내가장알맞은것을고르십시오啊，是选择能够填进这个빈칸这个空格里面最合适的一句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四级里面呢，不是要考我们的这个啊专门考语法，也不是专门考单词，那是考什么呢？考我们综合的运用的能力啊。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说什么话，在什么上下文下要选出什么话，这个运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那么我们要结合上下文选出这个符合语境的一项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卡怎么说吧。친절하게안내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啊，친절하게안내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，什么意思呢？非常感谢你什么呢？你非常亲切的给我介绍啊，这个안내都知道吧，这个介绍的意思，非常感谢您的亲切的介绍。那么那怎么说呢？아닙니다啊，不用谢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或者是啊，这是我力所能及的等等这样的话，对吧？那么韩语也是一样的。嗯，我们看第一个，할일을한것뿐입니다啊，할일을한것뿐입니다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做的事情呢，仅仅就是这个为止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啊，我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是正确的啊，我能做的事情呢，就只有这个了啊，非常谦虚的说法。那么我们看第二个，할수있는건다했습니다。那么할수있는건다했습니다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能做的这个事情呢，都做了，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 con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 cos 的这个缩写的形式，对吗？那么第三个呢，다시해보는게좋겠습니다，那么再做一次的话比较好，这个意思。那么第四个呢，하는때까지해볼생각입니다，하는때까지해볼생각입니다啊，我打算做到啊，能做多少为止我就会做多少，这个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不符合语境的，应该选择第一个，할일을다啊，할일을한것뿐입니다啊，我力所能及了，这个意思。嗯，